以后再野区遇到狗分仔，千万别大意，因为你遇到的有可能不是普通的狗分仔，而是像鲨鱼一样有技术的狗分仔。这把鲨鱼本想在路边找车，然后变成迈凯伦蹲人，可不。
没走了，20秒冲刷堵，来这个平方，我这平方没人，过来过来。这个位置确实是个好位置，前后左右的敌人鲨鱼都能看到。鲨鱼压枪看起来陡，但有时候命中率其实不低。很快只剩最后几人，鲨鱼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别看鲨鱼平时打的畏畏缩缩，但决赛圈可是真的猛。 铺好烟路后，直接开车猛攻。即使自己车快炸了，他也不怂。啤酒瓶在手，天下我有。鲨鱼有点上头了，直接一波手枪摆。哎呦我操！哇，我这边差一枪，我这边的已经全死了，你们开车可以来。没事，这个位置太好了，能赢。 妹妹直接掏出大喷山一通乱扫，我靠，妹妹的大机枪，你受得了吗？最终在队友的收尾下，鲨鱼成功拿下胜利。苹果，这把能吃鸡鲨鱼是头等功。你们觉得鲨鱼是技术主播吗？看我直播，吃鸡，你也。